早上的9点，大概50分吧。然后它迪士尼是10点开门，我们现在在里面排队要准备进去了。然后我今天啊绑两颗丸子，我姐说叫我就不用买发箍，直接买两个蝴蝶结绑上去就好。她说我这样长得就像米奇了。现在外面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，大家都超早来吃的。虽然是礼拜一，但还是超多人的，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来迪士尼，所以我很开心也很兴奋。那我们就去排队准备进去咯，拜拜。Something to hold on to, gotta find it first. But here I am, 'cause I've been laying under palm trees, waiting for the summer, knowing there's nowhere to go. 'Cause I am happy on this island, wanna be my fun land. I don't ever want to leave. I'm in a tropic club.晚上的7点。
我们吃完晚餐了，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回澳门了。我们要先搭巴士到港口，然后再转长途巴士回到澳门。然后我们刚刚在五六点的时候去逛了商店街，然后妈妈买了娃娃给我跟姐姐，刚好是一对琪琪跟弟弟。然后后来我们也去了潘朵拉，买了我自己今年的生日礼物，因为我现在每一年生日都送自己一颗潘朵拉，那颗潘朵拉就是我自己出钱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回澳门啦。那这一次的香港迪士尼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我们要准备回去啦，带着我的弟弟要准备回台湾了。回去之后呢，我就要去学校前课了。拜拜。